第十六题，下列哪些运动需要向心力？我们晓得圆周运动需要向心力。甲，自由落体，这不是圆周运动。乙，单摆的摆动是圆周运动的一部分，我们就当作它是圆周运动。丙，火星绕太阳转，这个是一个椭圆形，但是在国中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圆周运动。丁，直线加速跑步的人，这不是圆周运动。戊，静止不动的物体，这当然不是圆周运动。所以属于圆周运动的是乙跟丙，他们都需要向心力。因此第十六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些运动需要向心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丙。